跟现在岩板，现在我最新的是岩板，那这个是陶板。那岩板跟陶板的差异是什么？岩板现在是最新的，它的结构性、它的撞击力，还有它的就是岩板它更坚固了、嗯，它用高温的更高温下去萃取更坚固、嗯，使用上更对客人来讲会更方便。那陶板的优点是什么？陶板优点，陶板。